请讲。干你老师嘞，乖乖。哎，就是木属性一堆啊。哎，但大概我今晚先把这个处理掉，我等下升个鬼喇叭，喇叭会抖开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龙科那关没有问题啊，龙科直接就过去了。三组了，三组火珠了。我现在担心是没有三组火珠的问题，不是过不去的问题。哎，因为我刚已经讲出来了，我等下怕等下吃三组火珠他出不来。啊，我只是要啊，很困难吗？都干石头都吃到这样了，不然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你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对吧 ？Tell me。啊，你操！你妈妈起床了？不是啦，干这是干这太扯了啦！哦。那个超级神天降了一次，鬼不啊！你敢不救啊？你就累啊！你干！我说操！我靠！我刚那个反应，我跟你讲，我反应零点几秒，很快，我反应超快。我跟你讲，我反应超快，零点几秒那一刹那，我就整个都爆气了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不要断心，不要断心！我再捡一个断心的，你妈妈！我看你有几大死因，你有几大，我捡几大。你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在那个画面上平白性粉丝也出现。嗯，地狱级一百大死因，我靠，这傻小啊！你这个就不妙咯，你懂吗？如果是这样就不妙咯，一百大死因这很不妙，真的很不妙，这真的不妙，真的，我是平心而论，这真的是不妙，一百大死因哎。啊，你知道那个点击率会多大吗？我敢保证，这个点击率绝对超过。不过你要先百大死因出来，我才能说超过多少哎，还没出来。哎呦，掉星哦，这样就对了嘛。啊，要人家生气才这样啊，这种掉星了哦，天降星珠哦，这样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干他们真的有听到我在讲话吗？我真是很怀疑耶。因为这么晚了，应该睡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其实他们真的已经睡了。啊，那个啊，那个百姓的那个天将给他控一下，好不好？大概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就帮他调回来啊。哇操，你干得好啊！控我的天将，太猛了。哦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口音嘛，我知道，对，但是有口音不代表有 GG 啦，是这个意思啦。奥丁梦魇也是很久，还拿尺出来量，这是破纪录了。呼，十，感觉有点久哎。不是啊，设计这个真的是干这，我是觉得真的有点难欸，我讲有点难的意思。啊，谢谢台湾 our GW Angel 是古鲁旺是不是？我不太会念，不好意思哦。谢谢你的追随哦。啊，极力调回来了，要啦，我看把调回来吧。天宇说六点才能调回来，不会吧？看我的才很开心，开心就对了，重点是开心。对，看有没有听过百姓讲过一句话啊？把人快乐都是我的失败啦，哎，怎样意思哦？但是自己自己打的都 happy 的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自己大家都很 happy， 但是对啊，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。啊，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！谁想GG啊？谁想啊？啊，烧着自己的石头，坑着泡面，你知道那种日子吗？你们懂吗？吃泡面的日子啊！啊，你们知道吗？
泡面是一件很好吃的东西，超好吃的。但吃久是会腻，没错。想当年啊，我在部队当中，你知道我吃什么吗？我讲喷呢，喷呢，喷，烧水。我在部队吃喷呢，没有胡乱，真的，我吃喷。饿过了就知道食物的珍贵啊，像我就是一个很不浪费食物的人。饿到吃喷呢？你们有饿到吃喷过吗？有吗？来，在场观众哪一位饿到吃喷过来？来，来，你告诉我，我想认识你一下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人吃喷的？没有吧？哎，真的是饿到了，真的，不是我在好小，真的。哎，要个吃喷，看是真正无物件吃，哎，无唔对，真的是没东西吃，真是没东西吃啊。我就要先打这只，吃到喷算吗？吃到喷不算哦，吃到喷不算，吃喷才算，吃到不算，那不小心就 不算，而且不是只有我，人家说很饿啊，没东西吃啊，那几个弟兄妈饿得要死，我们干个饿死鬼一样，那个喷都要倒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要倒掉了，干了，爬起来，因为干没有没操声啊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没有臭酸嘛，你没有酸的，酸的意思不行，你就找哎，这个哦，这个还可以吃哦，那个饭拿起来就赶紧夹。晚上是吃什么？看这样讲会不会应该是没关系啊，哦？晚上吃什么？就那个麦片，你们偷偷藏在口袋的麦片，知道吗？藏麦片，那时候真是饿到藏麦片哦。然后站哨的时候有没有，就把麦片拿出来，默默的拿出来，不看见，但你就记得。麦片是默默拿出来就喝，这样就吃，哦，好爽，好舒服，哦。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了解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有饿到的时候了，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真的饿到的时候，哇靠，连吃屎搞不好都是香的。当然这样讲有点夸张啊，我是吃喷而已啊，喷是收水，收水，满嘴回忆就要去当都不要。哎，刚说暗的嘛，对，暗的。按的哈，一、二，因为我们单位比较超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不行，通通拿去做基金，一、二。全部拿去做鸡鸡的干，哦，今天身高起码红会倒被倒开，这个我必须跟各位讲抱歉，真的让你们等这么久了，对吧？刚刚几个说要示范其他队伍的，哦，啊他妈，看百姓胡乱，我没有胡乱呢，我是认真的呢，这怎么叫胡乱呢？我是认真的呢，饿到这样很心酸哦。因为超啊，超你就饿，饿了就想吃啊。赶来不及，记得要留火珠哦，留火珠哦。赶这块当吐一记啊不？哦，漂亮漂亮。水、火、木、光、暗，我觉得少一个贝利差很多。这个这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。哎，但是我能消什么呢？新珠，我只能消新珠，我只能 only 星。看老师也是厉害哦。只能消心珠，我看是放到顶管好啊，但落来规片都把我消掉，你要考试。
靠腰欸，我要按住哦，我要按住哦，赶快赶快调设定哦。欸，反应蛮不错啦，不错，反应蛮快的，叫你欸，真的欸欸，我刚设定很快，马上传到，干不要胡乱百姓啊，干还没过关，那他设定还能跟你调，圣童一开始就中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调设定不是现在，现在根本没办法改，因为已经进场了，现在已经进场就没办法调什么鬼设定了。来喽，来喽，我来喽，还真的现在可以调设定，那我call你个代志。靠背，咖喱老师，我后刚仔后刚仔，我救掉，救不，我救到，我救到。靠背啊啊，干少啊，没关系，康博数应该够，我现在过不去了啦。有八康博，刚才是八康博，也是每天这样，你牛嘞，干太强了吧。两颗火珠，林老师嘞，你先去西藏讲。哎，哦，哦，干一定要这么刚好？哎，算的真的刚刚好，我真的佩服你哎，干我衷心佩服你哎。不用看，就是直接开八王，这不边看，这个时候都不用犹豫了，直接开就对了。靠北啊，那火柱的量有点奇葩欸，一二三四，干又不能消五颗，欸不能消五颗，你都给我这种量哦，先点，都给我这种珠子量，一二三四六，哦 ，OK OK OK， 要木珠，我想要把它消消光啦。不是消光，是消光木珠。这火珠要四颗，靠北啊！不要转全体啊，各位！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拜托个哦，你卖个好天降啊！干，你天降现在设计干，现在卖红会倒，我个倒台。不要天降哦！干，我现在我不奢望八凤凰他可以为我做了什么。不，我有指定头像，我指定头像。我现在不用奢望八凤凰会做什么了。他想转就转啊！你不爽转就不要转了哈。啊、哦！你不想转就不要转了。四颗有种，有种，真是有种。干，美中赚边卖卖赚，你别别，我不屑了。我不屑纪念这啊，干别送啊，你赚的就丢了。天降，干你老师的，快过去！天哦，我傻了，我干，我连欧拉都没有欧拉了。即使我觉得是不会过啊，我操！看，欸，我玩神魔之塔以来，好像第一次把王 KO 跟抽到他妈的妍希一样开心的感觉。